国民党家己市长参选竞争是愈来愈激烈，不过除了咱拄只所看到候选人积极拜票寻求支持之外，要来看就是候选人张秀华，伊为着要予听袂到或者是无多讲话的人士会当来了解伊的参政理念，伫咧最近是努力伫咧学习手语，而且佮将影片铺伫咧脸书顶头，予袂少的民众看了拢感觉真感动。这位聋哑人士正坐伫咧电脑头前，因为发现家己市有一位市长候选人伫咧脸书顶头用手语来表达伊参政的理念，让伊真感动。现在我看到这个候选人，我看到他很努力的学习手语，这表示他希望能够让他的理念让我们聋朋友知道。他做事的情况给我们知道。那我觉得很感动，我相信他非常有。为着要好无法度讲话，或者是听袂到的民众，会当清楚来了解到家己参选的理念。正伫咧参加国民党嘉义市长党内初选的张秀华，是特别请来资深的手语老师指导学习。张秀华，你用科学性的方法，延续简讯复兴，又新兴，服务张。秀华，我会做个好市长，一定。努力学习手语，搁将影片铺伫咧脸书顶头，张秀华用心，互袂少会身心障碍人士看了真感动。那现在社会经济不大好哈，那我们希望说选上一个新的市长，他能够在我们身心障碍朋友这些弱势族群呢，他们的就业。还有他们的创业，还有他们的贷款，都能够协助大家，能够让他们能够过一个美好的生活。市民这段时间来对我来讲，按摩是我唯一的职业。我希望我们未来的市长能够照顾我们这些帮人，能够有就业的机会。在这个市场自从大法官世界之后开放之后，盲人的归路就比较少。希望我们未来的市长能好好的照顾我们这些帮人团体。就是弱势团体，就算做怕选战更加无赢，嘛要学手语来表达家己的力量。张秀华用心，予真侪弱势朋友，嘛予伊热情的回报。西新新闻张国明、王小三，嘉义市彩虹报道。